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副秘书长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1月4日上午9时至9时38分，下午5时30分；11月8日上午9时至12时8分，下午2时50分至3时32分；5时至5时18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陈委员欧博等112人，请假委员赵委员天宁，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12案、第14案至第34案、第36案至第114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13案、第35案均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15案至第118案均决定展延审查期限。第119案至第122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处情形。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24件，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17件。讨论事项第1案至第3案、第10案、第12案、第15案、第16案、第19案均暂不予处理。第4案至第9案、第11案、第13案、第14案、第17案、第18案、第20案至第22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其他事项一。105年11月8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2项。二，本次会议议事日程增列报告事项第2案，其余均照议事处编拟草案处理。宣读完毕。报告院会针对上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二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2案。本院委员李彦秀等23人拟具《性别平等教育法》第22条及第30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件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第二案通过。第3案，本院委员李彦秀等20人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议件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3案通过。第4案，本院委员李彦秀等20人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第9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4案通过。第5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19人拟具《政务人员退职抚恤条例》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5案通过。第6案，本院委员庄孔绍等18人拟具《劳资争议处理法》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6案通过。第7案，本院委员罗明才等19人拟具《货物税条例》第12条至3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第7案通过。第8案，本院委员陈明文等18人拟具《云嘉农业特区发展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第8案通过。第9案，本院委员陈明文等18人拟具《商标法》第98条及第11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第9案通过。第10案，本院委员陈明文等21人拟具《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第1条、第2条及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第10案通过。第11案，本院委员陈明文等21人拟具《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第11案通过。第12案，本院委员陈明文等20人拟具《公务人员退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2案通过。第13案，本院委员周春米等20人拟具《公务员服务法》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3案通过。第14案，本院委员蔡益宇等17人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4案通过。
第十五案，本院委员郑宝兴等十六人拟具《运动产业发展条例》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呈训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十五案通过。第十六案，本院委员吴玉琴等十六人拟具《废弃物清理法》第三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十六案通过。第十七案，本院委员吴玉琴等二十一人拟具《蓝屿核废料储存厂处理及补偿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经济蓝委员会审查。十七案通过。第十八案，本院委员吴玉琴等十六人拟具《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化学物质管理局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十八案通过。第十九案，本院委员吴坤玉等三十三人拟具《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管理物质局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十九案通过。第二十案，本院委员吴坤玉等二十四人拟具《职业安全卫生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十案通过。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吴坤玉等四十八人拟具《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十一案通过。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张廖万坚等十九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三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十二案通过。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林维洲等十八人拟具《劳动基准法》增订第四十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十三案通过。第二十四案，本院委员李鸿钧等十九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条及第三百二十四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十四案通过。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李鸿钧等十六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十五案通过。第二十六案，本院委员李鸿钧等十七人拟具《就业服务法》第五十四条、第六十九条及第七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十六案通过。第二十七案，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七人拟具《入出国及移民法》第三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二十七案通过。第二十八案，本院委员林静怡等二十二人拟具《灾害防救法》第二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二十八案通过。第二十九案，本院委员林静怡等二十二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四十条及第四十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十九案通过。第三十案，本院委员赵天麟等十六人拟具《住宅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三十案通过。第三十一案，本院委员苏正清等二十一人拟具《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第三条、第四条及第四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三十一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三十二案，本院委员苏正清等二十一人拟具《外国人投资条例》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三十二案通过。第三十三案，本院民进党党团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第二十七条及第一百零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十三案通过。第三十四案，本院民进党党团拟具《公路法》第七十七条及第七十八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三十案通过。第三十五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二十二人拟具《教育部组织法》第八条之一及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三十五案通过。
第36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21人拟具《教育部体育署组织法》第五条之一及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36案通过。第37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22人拟具《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组织法》第五条之一及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37案通过。第38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17人拟具《公路法》第6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38案通过。第39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18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增订第18条之2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39案通过。第40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18人拟具《空气污染防治法》第2条、第31条及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40案通过。第41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18人拟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4条及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41案通过。第42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16人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29条、第30条及第3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42案通过。第43案，本院委员严宽恒等16人拟具《长期照顾服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43案通过。第44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产业创新条例》第10条、第12条之一及第7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44案通过。第45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森林法》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45案通过。第46案，本院委员林维洲等17人拟具《住宅法》第3条及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46案通过。第47案，本院委员卢秀燕等25人拟具《公共场所母乳哺育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47案通过。第48案，本院委员林立禅等27人拟具《就业服务法》第24条、第27条及第2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48案通过。第49案，本院委员林立禅等25人拟具《就业服务法》第5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49案通过。第50案，本院委员赖世葆等21人拟具《保险法》增订第163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50案通过。第51案，本院委员赖世葆等21人拟具《法院组织法》第90条之4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51案通过。第52案，本院委员王惠美等16人拟具《电业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52案通过。第53案，本院委员廖国栋等16人拟具《殃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53案通过。第54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家事事件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54案通过。第55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55案通过。第56案，行政院函请审议《药事法》第53条之一、第88条及第92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56案通过。
第五十七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关进口税则》第81129222号、第81129225号、第81129226号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五十七案通过。第五十八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五十八案，本案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经复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问委员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决定经复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第五十九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五十九案通过。第六十案，行政院函请审议《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组织法》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六十案通过。第六十一案，经济部函送水利署及所属105年度第三季对县市政府、民间团体及个人之捐助案件明细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经济委员会。六十一案通过。第六十二案，经济部函送标准检验局及所属105年度截至第三季补助社会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补捐助经费汇总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经济委员会。六十二案通过。第六十三案，经济部函送工业局105年第三季补助社会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补捐助经费汇总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经济委员会。六十三案通过。第六十四案，经济部函送中小企业署105年第三季对民间团体、县市政府及个人补捐助案件汇总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经济委员会。六十案通过。第六十五案，科技部函送各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105年第三季与各媒体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执行情形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六十五案通过。第六十六案，科技部函送该部及所属105年第三季补捐助民间团体及个人经费资料一览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六十六案通过。第六十七案，科技部函送科技部改组织其中评估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六七案通过。第六十八案，科技部函送105年度第三季加速行动宽频服务与产业发展方案执行情形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交通、经济、教育及文化三委员会。六十八案通过。第六十九案，科技部函送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作业基金各项财务改善措施执行成效106年第三季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六十九案通过。第七十案，文化部函送台湾电影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清算案截至105年九月底执行情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七十案通过。第七十一案，文化部函送105年度第三季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季报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七十一案通过。第七十二案，总统府函送该府主管105年度第三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第七十三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该会及相关所属105年第三季媒体广告无执行数，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第七十四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有线广播电视系统经营者营业让与合并及投资案件准驳标准，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第七十五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申请经营有线广播电视服务审查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回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委员会审查。
第七十六案，外交部函送105年度第三季对国内团体县市政府补捐助情形季报表，陈旭永会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第七十七案，教育部函为全国性体育团体辅导及考核办法名称修正为体育团体辅导及考核办法，并修正条文，陈旭永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第七十八案，交通部函送该部主管105年度第三季强补助经费资料，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第七十九案，交通部函送该部主管105年度第三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支出明细表，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第八十案，交通部函送政府建设之大众捷运系统财产管理办法，陈旭永会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第八十一案，拟交通部函送中华民国政府与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间航空服务协定，陈旭永会见，拟请会交交通、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及国防，改交交通、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第八十二案，卫生福利部函送该部及所属105年度截至第三季止公款补捐助情形季报表，陈旭永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八十三案，卫生福利部函为废止新法定化妆品色素屏幕之使用管理规定，陈旭永会议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八十四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第三条附表一及第六条附表五，陈旭永会议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八十五案，卫生福利部函送长期照护矫正机关购与场所执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办法，陈旭永会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八十六案，卫生福利部函为新增多发性硫酸酯酶缺乏症为罕见疾病，陈旭永会议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八十六案通过。第八十七案，卫生福利部函送生产事故救济作业办法、生产事故通报及查销办法及生产事故救济审议会设置办法，陈旭永会议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八十八案，蒙藏委员会函送105年度第三季补助社会人民团体、残留法人及个人之补助经费相关资料，程序委会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八十九案，国防部函送105年度第三季依预算法第62条之一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调查表，程序委会议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第九十案，行政院函送105年第三季政策宣导广告执行情形，程序委会议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九十一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文化园区管理局场地设置使用规费收费标准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文化园区管理局门票及停车清洁费收费标准名称分别修正为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场地设施使用规费收费标准及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门票及停车清洁费收费标准，并修正相关条文，程序委会议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九十二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送不适用公平交易法第11条第一项之结合类型，程序委会议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九十二案通过。第九十三案，财政部函为修正统一发票使用办法第15条、第25条及第32条条文，程序委会议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
93案，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第94案，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函送各部会所属委员会委员任意性别比例已达三分之一情形说明，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94案通过。第95案，经济部函送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改善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95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第96案，经济部函送台电中油台糖及台水公司105年七月份公益支出委托调查会费捐助及睦邻支出明细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96案通过。第97案，经济部函送台电中油台糖及台水公司105年八月份公益支出委托调查会费捐助及睦邻支出明细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97案通过。第98案，经济部函送加工出口区管理处105年度第三季对民间团体及个人之补捐助案件会总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98案通过。第99案，国军退学官兵辅导委员会函送105年度申领就学补助荣民就业追踪计划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99案通过。第100案，国军退学官兵辅导委员会函为103年度中央政府组员算学役减送所属医疗机构104年及105年1至6月收支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00案通过。第101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组员算决议减送医院层级间每人感冒医疗费用之差异分析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101案通过。第102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组员算决议减送身心障碍者社区居住预算编列与资源整合及县市社政主管机关担任身心障碍者财产信托监察人之可行性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102案通过。第103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组员算决议减送食盐加氟防区相关效益之办理结果，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103案通过。第104案，卫生福利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组员算决议减送健智家庭照顾者多元支持服务报告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104案通过。第105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全民健康保险医疗服务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部分诊疗项目，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106案，卫生福利部函送探讨我国推动孕妇乙型链球菌生检服务品质及成效103至104年成果报告摘要，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106案通过。第107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必要药品短缺通报登录及专案核准制造输入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107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108案，科教委员会函送105年度第二季补助情形，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109案，科教委员会函送105年度第二季办理政策宣导及广告资料，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109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110案，交通部函为财团法人台湾敦睦联谊会105年预算决议减送高雄圆山饭店活化资产、饭店空间整修等具体营运改善计划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第111案，交通部函为财团法人台湾敦睦联谊会105年预算决议减送高雄圆山大饭店与在地参旅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并提供实习机会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111案通过。
第112案，交通部海文财团法人台湾敦睦联谊会105年预算通过决议4，遣送财团法人负责人员之薪资检讨书面报告，程序委会见，拟请约会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第113案，交通部海文财团法人台湾敦睦联谊会105年预算通过决议6，请送财团法人负责人员之薪资检讨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第114案，交通部海文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简送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105年上半年转投资事业营运绩效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第115案，交通部海文修正国内旅游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及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第116案，交通部内政部函文修正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基准及处理细则第二条附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及内政两委员会审查。第117案，国防部函送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104年度绩效评鉴分析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及国防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第118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非法广播电台联合取缔小组105年第二季执行成果统计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交通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第119案，劳动部函送劳动力发展署105年4至6月执行预算法第62条之一锁定政策宣导之广告预算动之情形，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119案通过。第120案，劳动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检讨现行健检医护人员教育训练机制之说明，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120案通过。第121案，文化部函从105年1至7月份接手外界捐赠款明细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21案通过。第122案，文化部函送105年1至8月份接受外界捐赠款明细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22案通过。第123案，文化部函送国家表演艺术中心104年绩效评鉴分析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23案通过。第124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台中市大理制烟厂保存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20案通过。第125案，科技部函送105年7月份跨部会署执行之科技计划执行情形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25案通过。第126案，科技部函送时空资讯云落实智慧国土计划科技部计划105至109年计划书，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26案通过。第127案，科技部函为废止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董事长董事与监事遴聘解聘及补聘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27案通过。第128案，科技部函为废止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董事监事利益回避范围及违反处置准则，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28案通过。第129案，科技部函为废止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绩效评鉴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29案通过。第130案，科技部函为废止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公有财产管理使用收益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30案通过。第131案。司法院函为本院增订法院组织法第14条之一条文时，通过附带决议简送办理情形，程序委会意见，拟请约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131案通过。
第132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送该会籍所属105年度第二季补助地方政府经费明细表及蒋捐助团体个人经费明细表，程序委会意见，另行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133案，教育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请送全国大专校院各校注册率等相关资料，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33案通过。第134案，行政院函送民国105年灾害防救白皮书，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135案，行政院考试院函为105年6月8日修正公布之《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14条条文，定自105年6月10日施行。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135案通过。第136案，行政院主计总处函送105年度中央政府预算结束第二季执行情形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第137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送105年第三季查查民生物资价格波动之执行成效书面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第138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送105年度截至9月底政策宣导广告预算执行情形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本案通过。第139案，蒙藏委员会函为该会主管含财团法人蒙藏基金会105年第三季无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140案，中央银行函送该行及中央印制造币两厂105年度截至9月底止政策宣导之广告预算执行情形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140案通过。第141案，财政部函送中央政府债务基金105年度第四季预计债务还本明细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第142案，财政部函为更正高雄国税局104年第二季第三季与国有财产署104年第四季与各媒体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明细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第143案，台湾省自议会函为该会105年度第三季无办理各媒体政策宣导相关广告事项，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144案，本院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农业金融法》第39条、第40条及第57条条文修正草案，建请改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将行政院函请审议《农业金融法》第39条、第40条及第57条条文修正草案改交经济委员会审查。140案通过。第145案，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长期照顾服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建请改交该会与财政两委员会联席审查。程序委会意见，拟请议会将行政院函请审议《长期照顾服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145案通过。报告院会第146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除第165案、第172案同意展延审查期限外，其余各案均准予备查。第146案至148案为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审查徐委员、淑华等18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等案，经审查决议不予审议。第149案至162案为本院教育及文化、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有关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相关解冻报告案，一经处理完竣，相关预算均准予动之。
第163案为本院经济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行政院函送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103年度决算书及工作执行成果报告案等四案，应予于送达后一年内完成审查之期限，依决算法第28条视同审议通过。第164案至178案为本院经济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均已于立法院职权刑事法第61条锁定审查期限，请提报院会存查。第179案至185案为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审查相关人民团体请愿案，经审查结果，均依立法院职权刑事法第67条第二项规定处理。第186案至190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张委员立胜、段委员怡康、肖委员美琴等锁定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徐委员淑华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32件，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陈委员明文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18件，宣读完毕。报告院会，报告事项均已处理完毕。现在，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我们先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之动议，请议事人员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十次会议建议变更议程，将本院国民党团有鉴于开放日本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输台，事关国人健康与生命安全之据，目前民众对日本输台食品仍存有辐射高度疑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5月30日朝野更一致通过决议，要求在日本输台食品源头把关、边境查验结果等资讯尚不透明之状况下，维持现行禁止日本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输台之限制，以捍卫国人健康。言犹在耳，农委会副主委陈其仲日前竟表示，盼能针对特定高风险产品加强管制，而非对全区域全数管制。农委会显然弃国人健康于不顾，甚至将开放辐射食品作为对日贸易谈判的筹码，蔡政府的对日软弱作为着实让国人深感痛心。由于台日之间并无司法互助机制，如之前发生的种种卫标事件，日本皆不愿配合，显现对日本福岛五县市食品进口问题的管制措施根本无法真正落实。原此建请院会做成决议，在台日双方未达成司法互助之前，日本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严禁输台，请公决案再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针对国民党党团所提变更议程案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本案作如下决定：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决议，在台日双方未达成司法互助之前，日本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严禁输台，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增列为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其余议案依序排列。报告院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讨论事项第一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决议，在台日双方未达成司法互助之前，日本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严禁输台，是否有当？请公决。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十次会议建请变更议程，将本院国民党团有鉴于开放日本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输台，事关国人健康与生命安全之据，目前民众对日本输台食品仍存有辐射高度疑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5月30日朝野更一致通过决议，要求在日本输台食品源头把关、
边境查验结果等资讯尚不透明之状况下，维持现行禁止日本福岛临近五县市食品出台之限制，以捍卫国人健康，言犹在耳。农委会副主委陈其忠日前竟表示，盼能针对特定高风险产品加强管制，而非对区域全数管制。农委会显然弃国人健康于不顾，甚至将开放辐射食品作为对日贸易谈判的筹码，蔡政府的对日软弱作为，着实让国人深感痛心。由于台日之间并无司法互助机制，如之前发生的种种卫标事件，日本皆不愿配合，显见对日本福岛五县市食品进口问题的管制措施根本无法真正落实。原请建请院会做成决议，在台日双方未达成司法互助之前，日本福岛临近五县市食品严禁输台。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要说明吗？哈。要不要说明？洪委不用了，直接交付协商了哈。照原来的，好。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八条第三项之规定，本案经提案人说明提案旨趣，大体讨论后，即议决交付审查，或进覆二读，或不予审议。报告院会，现在提案的党团国民党党团，不说明。本案现在进行大体讨论，因为未有委员登记，所以我们不发言。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进覆二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进覆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我们做以下决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二会期第八次会议报告事项第二案、第六案、第七案、第九案、第十案、第十三案至第十五案、第十七案、第十八案、第二十一案至第二十五案、第三十二案至第三十五案、第三十七案至第四十三案及第九十四案之决定提出复议案。本案经第二次会议。第二会期第八次会议决定，另定期处理。我们现在进行处理。报告院会，本案并无委员登记发言。针对民进党党团所提复议案，可否照案通过？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决议复议案通过，本案报告事项各案均另作决定。请议事人员依序重新宣读本案报告事项各案。请重新宣读第二案。第二案，本院委员高志鹏等二十一人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第九条及第一百零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二案通过。第六案，本院委员钟孔绍等十八人拟具就业服务法第六十三条及第六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六案通过。第七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十九人拟具组织犯罪防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七案通过。第九案，本院委员蔡宜宇等十八人拟具《公务人员退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九案通过。第十案，本院委员蔡宜宇等十九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及第三百零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十案通过。第十三案，本院委员江永昌等十八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十三案通过。
第十四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等十八人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稽选法》第十九条及第十九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十四案通过。第十五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等二十三人拟具《国民体育法》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十五案通过。第十七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等二十人拟具《中央政府特种基金管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十七案通过。第十八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等三十一人拟具《偏远地区教育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十八案通过。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刘建国等二十一人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第二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十一案通过。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三人拟具《科学技术基本法》第六条、第十二条及第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二十案通过。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三人拟具《农业保险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二十三案通过。第二十四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三人拟具《资通安全管理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又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十四案通过。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游美女等四十人拟具《政党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二十五案通过。第三十二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等二十人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稽选法》第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三十二案通过。第三十三案，本院委员蔡宜宇等十八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删除第一百十八条及第一百六十条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三十三案通过。第三十四案，本院委员蔡宜宇等十六人拟具《劳工保险条例》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十四案通过。第三十五案，本院委员蔡宜宇等十六人拟具《渔会法》第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三十五案通过。第三十七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科学技术基本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三十七案通过。第三十八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助产人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十八案通过。第三十九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森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三十九案通过。第四十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电信法》第二十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四十案通过。第四十一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电业法》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四十一案通过。第四十二案，行政院函请审议《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四十二案通过。第四十三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烟酒税法》第七条、第二十条及第二十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四十三案通过。第九十四案，文化部函为该部一百零五年度预算有关超高画质节目辅导计划，原列一亿五千万元冻结三分之一，决议准予冻结二千五百万元，继续冻结二千五百万元一案，请安排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九十四案通过。讨论事项
第三案《农业发展条例》增订第47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经济委员会于105年7月4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召集委员林岱化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邀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吉仲、计划处副处长黄振德、畜牧处技专吕李佳、辅导处科长陈林岑、法规委员会执行秘书张学文、农粮署科长曾淑芬、渔业署署长陈天寿、林务局副局长杨宏志、财政部赋税署署长李庆华、所得税组组长李怡慧、所得税组科长李明基、高雄国税局局长洪吉生、科长陈火俊及内政部地政司检任稽政王承基等列席提出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与会委员听取报告后，行政本案确有尽速增订之必要，应予支持。经讨论后，原决议修正通过，另通过附带决议一项。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本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由林召集委员代话于院会讨论时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林委员代话补充说明。林召集委员不在，本案就不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农业发展条例，请宣读条文。第47条之一，农民依法向主管机关登记之独资或合伙组织农场、农业合作社，其销售自行生产出及农产品之所得，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前项所称出及农产品，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财政部定之。第一项有关农场及农业合作社之登记资格、条件、内容、程序、应提示之文件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之施行期间，自中华民国105年11月11日修正之日起5年制。前项减免年限届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视实际推展情况，决定是否延长减免年限。宣读完毕。农业发展条例增订第47条之一，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47条之一，农民依法向主管机关登记之独资或合伙组织农场、农业合作社，其销售自行生产出及农产品之所得，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前项所称出及农产品，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财政部定之。第一项有关农场及农业合作社之登记资格、条件、内容、程序、应提示之文件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之施行期间，自中华民国105年11月11日修正之日起5年制。前项减免年限届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视实际推展情况，决定是否延长减免年限。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农业发展条例》增订第47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继续处理审查会所作之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通过附带决议项，针对增订农业发展条例第47条之一第二项规定，由中央主管机关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会同财政部所定之办法，第三项规定由中央主管机关所定办法，应于本法修正条文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公告之。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决定照案通过。讨论事项第四案，动物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经济委员会于105年6月23日及105年7月7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召集委员林岱化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邀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金城、畜牧处处长李春静、景润基镇兼科长江文全、法规委员会执行秘书张学文、林务局副局长杨宏志、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动物防疫组科长蔡正达及法务部参事罗建勋等列席提出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后，询认本案确有尽速修正之必要，应予支持。经讨论后，原决议修正通过。本案并案审查完竣，提报院会讨论，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推请林召集委员代话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林委员代话补充说明。林召委不在，我们本案不再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现有孔委员、文吉等11人提出异议，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8条第二项规定，本案作如下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接下来进行讨论事项第五案，国民年金法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7月14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王召集委员玉敏担任主席，卫生福利部部长林奏炎及法务部参事刘英秀等分别应邀列席说明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询答及大体讨论后，旋即对法案进行审查及缜密讨论。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王召集委员玉明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王委员玉明补充说明。王召集委员不在，本案不再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国民年金法第16条，请宣读条文。第16条，保险人于被保险人未缴清保险费及利息前，得对被保险人暂行拒绝给付，但被保险人经依前条第1项规定分期或延期缴纳者，不在此限。前项暂行拒绝给付期间内之保险费，仍应计收。保险人核发各项给付时，应将被保险人因缴款单开立及缴纳时差而尚未于缴纳期限之保险费，与其缴纳保险费所应计收之利息，由发给之保险给付中扣抵，并计入保险年资。宣读完毕。国民年金法第16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分别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16条，保险人于被保险人未缴清保险费及利息前，得对被保险人暂行拒绝给付，但被保险人经依前条第1项规定分期或延期缴纳者，不在此限。前项暂行拒绝给付期间内之保险费，仍应计收。保险人核发各项给付时，应将被保险人因缴款单开立及缴纳时差而尚未于缴纳期限之保险费，与其缴纳保险费所应计收之利息，由发给之保险给付中扣抵，并计入保险年资。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决议，国民年金法第16条条文修正通过。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6案，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7月14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会议由王召集委员玉明担任主席，卫生福利部部长林兆炎、法务部参事刘英秀等分别应邀列席说明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询答及大体讨论后，旋即对法案进行审查及缜密讨论。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本案于院会进行二读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王召集委员玉明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王委员玉敏补充说明。王召集委员不在，本案不再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14条，请宣读条文。第十四条，维持现行法条文，不予修正。宣读完毕。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14条，维持现行法条文。决议：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14条维持现行法条文，不予修正。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7案，电业法增订第16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经济委员会于105年7月13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苏召集委员郑清担任主席，会中邀请经济部杨常务次长韦福、能源局陈副局长林慧及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朱总经理文成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质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行政本案确有立法之必要，应予支持。经缜密讨论后，原决议修正通过，另通过附带决议一项。全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本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本会苏召集委员郑清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苏委员郑清补充说明。苏召集委员不在，本案不再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现有民进党党团提出异议，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8条第2项规定，本案作如下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8案，公路法第7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交通委员会于105年7月13日举行全体委员会议，由召集委员叶宜京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委员郑运鹏说明提案要旨，交通部常务次长范植顾及路政司司长林继国等说明及回应。审查过程中，除交通部外，法务部亦派员列席。与会委员于听取主管机关详细说明及询答后，对本案进行讨论，原完成审查。院会讨论前，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叶宜京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叶委员宜京补充说明。叶召集委员不在，本案不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请宣读公路法第75条。第75条，汽车所有人不依规定缴纳汽车燃料使用费者，公路主管机关应限期通知其缴纳，欠缴金额累计达新台币900元以上者，处新台币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并停止其办理车辆异动或换发牌照。宣读完毕。公路法第75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七十五条，汽车所有人不依规定缴纳汽车燃料使用费者，公路主管机关应限期通知其缴纳，欠缴金额累计达新台币900元以上者，处新台币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并停止其办理车辆异动或换发牌照。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公路法第七十五条条文修正通过。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九案，法官法第七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05年7月13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段宜康担任主席，除邀请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外，亦请相关机关派员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并询答完毕后，省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将本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委员宜康补充说明。段召委不在，本案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现有民进党党团提出异议。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8条第二项规定，本案作如下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十案，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分别于105年3月10日、3月24日、5月2日、5月16日、5月23日及7月11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均由召集委员段宜康担任主席，除邀请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外，亦请相关单位派员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本四案分别于3月10日、3月24日、5月2日及7月11日列入相关国会改革法案审查议案，并依排定之议案日期进行报告及询答完毕，省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将四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以上四案均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委员宜康补充说明。段召委不在，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现由民进党党团提出异议，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8条第二项规定，本案作如下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十一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第9条及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分别于105年3月10日、3月24日、5月2日、5月16日、5月23日及7月11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均由召集委员段宜康担任主席，除邀请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外，亦请相关单位派员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本四案分别于3月10日、3月24日及7月11日列入相关国会改革法案审查议案，并依排定之议案日期进行报告及询答完毕，省略大体讨论，于7月11日进行逐条审查，并将四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以上四案均审查完竣，并按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委员宜康补充说明。段委员不在，不再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现有时代力量党团提出异议，
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8条第二项规定，本案作如下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12案，立法院议事规则第61条及第6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分别于105年3月10日、24日、5月2日、16日、23日及7月11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均由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段召集委员宜康担任主席，邀请立法院秘书长林志嘉报告并被质询，并邀请相关机关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及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及询答后，即进行逐条审查，将本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段召集委员宜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委员宜康补充说明。段委员不在，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立法院议事规则第61条、第62条，请宣读条文。第61条，各种委员会开会时，除初列席会务工作人员及指本院核发采访证人员外，其余人员经会议主席同意后，使得进入旁听。宣读完毕。立法院议事规则第61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62条维持现行条文。决议，立法院议事规则第61条条文修正通过。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13案，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第4条及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即废止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分别于105年3月10日、24日、5月2日、16日、23日及7月11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均由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段召集委员宜康担任主席，邀请立法院秘书长林志嘉报告并被质询，并邀请相关机关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及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及询答后，即进行逐条审查，将本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段召集委员宜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委员宜康补充说明。段召委不在，本案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依序进行讨论。先进行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第4条、第7条宣读条文。第4条，维持现行法条文不予采纳。宣读完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第4条，维持现行条文。第7条维持现行条文。决议，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第4条及第7条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继续进行废止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案。决议，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不予废止。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14案，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增订第6条之1条文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分别于105年3月10日、24日、5月2日、16日、23日及7月11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均由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段兆吉委员宜康担任主席，邀请立法院秘书长林志佳报告并被质询，并邀请相关机关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及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及询答后，即进行逐条审查，将本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段兆吉委员宜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委员宜康补充说明。段兆伟不在，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请宣读条文。第6条之1，不予增订。宣读完毕。民进党党团委员陈廷威及委员王龙章等提案第6条之1均不予增订。决议，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第6条之1条文不予增订。讨论事项第15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增订第8条之1条文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分别于105年5月2日、5月16日、5月23日及7月11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均由召集委员段宜康担任主席，除邀请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外，亦请相关单位派员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本案自5月2日起列入相关国会改革法案审查议案，四经5月16日、5月23日报告及询答完毕，省略大体讨论，于7月11日进行逐条审查，将本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宜康、段宜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委员宜康补充说明。段昭伟不在，本案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宣读条文。第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8条之1不予增订。宣读完毕。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8条之1不予增订。决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8条之1条文不予增订。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16案，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修正第22条及增订第22条之1条文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于105年5月5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由刘召集委员释方担任主席审查本案。会中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国防部副部长郑德美及所属政治作战局局长文正国就委员提案提出报告。另请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司法院、法务部、内政部营建署、文化部文化资产局、财政部国有财产署、财政部赋税署、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国家安全会议、国家安全局、行政院主计总署等机关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进行协商及讨论。将全案审查完竣，另通过附带决议一项。原决议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刘召集委员释方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刘委员释方补充说明。刘委员释方不在，没有补充说明。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需交由党团协商，现已完成协商，请宣读协商结论。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协商主题，协商委员刘世芳等十七人拟具《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增订第22条之一条文草案，及委员黄昭顺等21人拟具《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第22条条文修正草案等二案。协商时间2005年5月26日星期四15时30分，协商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协商结论：一、第22条之一予以修正；二、第22条维持现行法条文。协商主持人刘世芳，协商代表王玉敏、黄昭顺、王定宇、廖国栋、陈廷飞、林德福、柯建明、吴秉睿、徐永明、江启臣、李红军、林长佐。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逐条讨论时，竟依协商结论处理。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第22条及增订第23条之一，请宣读条文。第22条维持现行法条文，不予修正。宣读完毕。第22条维持现行条文，增订第22条之一，照协商条文通过。第22条之一。好，你先念一次。一、前条第一项及第三项规定，注销眷舍居住凭证及原眷户权益之眷户，于强制执行完毕前，经主管机关以书面通知之日起6个月内，自行配合腾空点还房地者，按点还时当地地方政府举办公共工程拆迁补偿标准，由改建基金予以补偿，最高不得超过其原改建基地内原街平行之辅助购宅款金额，并得架构或承租原规划改建基地内28平行以下之零星与户。前项于本条例中华民国105年11月11日修正施行前，经主管机关书面通知，配合腾空点还房地者，一同。前二项眷户及其共同生活者，主管机关应协调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依其意愿于6个月内视旧养机构设备容量，以自费方式予以安置，其实施办法由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增订第22条之一，照协商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22条之一，依前条第一项及第三项规定，注销眷舍居住凭证及原眷户权益之眷户，于强制执行完毕前，经主管机关以书面通知之日起6个月内，自行配合腾空点还房地者，按点还时当地地方政府举办公共工程拆迁补偿标准，由改建基金予以补偿，最高不得超过其原改建基地内原街平行之辅助购宅款金额，并得架构或承租原规划改建基地内28平行以下之零星与户。前项于本条例中华民国105年11月11日修正施行前，经主管机关书面通知，配合腾空点还房地者，一同。前二项眷户及其共同生活者，主管机关应协调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依其意愿于6个月内视旧养机构设备容量，以自费方式予以安置，其实施办法由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增订第22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继续处理审查会所作之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通过附带决议一项，主管机关未完成本条例第22条之一、第三项适用对象后续安置前，不得报请行政院函请本院废止本条例。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
没有异议，我们决定照案通过。报告院会，本日会议讨论事项处理到此为止。11月15日星期二上午9时继续开会，现在休息。